大家好，我是迷你，欢迎收看 Vlogmas Day 8。今日咧，我就系嚟还债嘅，有好多朋友留言咧，都话等紧我嘅加拿大生仔日记 Part 1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加拿大呢边嘅产前检查嘅。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同我分享话，加拿大呢边嘅产检咧对比香港嚟讲咧系好 hea 啦。咁其实我自己系不能够评价嘅，因为我冇体验过香港嗰边啊嘛。咁今次咧就纯用家角度啦，就分享一下加拿大呢边嘅产检啦，同埋有咗 BB 之后咧要做啲乜嘢嘅。開始之前咧，有一樣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嘅提醒大家。點解咁重要呢？因為我自己咧係瀨咗嘢嘅，就係、是、記得續 MSP。我嘅 study permit 咧就喺上年嘅12月1日到期啦，咁所以我嘅 MSP 咧都係同一日到期嘅。咁我再喺上年嘅9月咧就申請咗 PR 同埋 Open Work Permit。咁我就覺得哇，呢兩樣最重要嘅嘢做咗啦，咁就搞掂曬啦，所有嘢。但是我不記得續 MSP， 那我10月、11月看醫生產檢的時候呢都一直沒問題啦，到我12月覆診的時候呢，那個 receptionist 呢就跟我說你的 MSP 到了期了，那我說啊那怎麼辦，他說今次呢就要收你診金了，所以呢我是給了160元診金的，好彩只是覆診而已，如果去到生仔那一刻發現原來我 MSP 到期的話呢，那我就會收到一張天價的帳單了。在加拿大呢，你知道有了 BB 之後呢就要通知你的家庭醫生啦，那這個步驟呢我知道是跟香港有點不同的，因為香港呢你是直接找你想他幫你接生的婦科醫生幫你由頭跟進到尾啦，但是這邊的婦科醫生呢多數接受 referral 的，那所以呢就要首先通知你的家庭醫生。雖然我很早已經通知了我的家庭醫生啦，但是這一步呢我都是瀨曬嘢嘅，爭啲冇醫生幫我接生，這個我晏少少再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見家庭醫生呢就俾咗支驗孕棒去睇啦，咁佢睇完呢都冇同我再 double check 啦，就直接話好準㗎啦啲驗孕棒咁樣，咁就即時開咗兩張紙俾我嘅。第一張呢就係、去 Life Labs 度驗血同埋驗尿嘅，我記得當時呢抽咗我成8桶血㗎，我人生中第一次抽咁多血。第二張呢就係、俾你喺9個禮拜嘅時候呢照第一次嘅 ultrasound。大家留意啦，呢度照 ultrasound 呢係唔俾拍片或者影相嘅，佢喺睇完一輪之後呢最後2分鐘啦就會叫你老公入嚟一齊睇下呢個小生命，然之後最後呢就 print 返兩張相俾你拎走嘅。呢兩個報告冇問題之後呢，喺12個禮拜啦佢就會叫你去 check NIPT。咁呢一個呢係成個產檢入面呢唯一一個嘅自費項目嚟嘅。以我理解呢 ,NIPT 就係 check 你嘅染色體啦，睇下你嘅 BB 會唔會有啲咩嚴重嘅問題咁樣嘅。Life Labs 呢就提供咗3個 NIPT 嘅 plan 嘅。第一個就係 basic, 第二個就係 standard, 第三個就係 full。咁3個嘅價錢都唔同嘅。full check 嘅嘢係最多啦同埋最貴嘅。咁我哋呢其實都唔太清楚究竟佢多咗啲乜嘢㗎啦。咁醫生建議我哋 check full。咁我哋就畀咗$795啦去 Life Labs 度再驗血的。在 NIPT test 入面已經知道你的 BB 的性別的了，如果大家想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就記得在份 form 度 tick 了。之後就到20個禮拜照第二次 ultrasound 了，這一次呢其實已經可以看到曬啲手手腳腳的了，他都 check 得挺仔細的，就看了差不多成20分鐘左右。這一次呢也都會是如無意外啦，在你人期入面是最後一次 ultrasound， 你沒有聽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 ultrasound 了。我聽香港的朋友分享，他們去看婦科醫生基本上每次覆診都可以去照這個 ultrasound， 但是這裡不是的，如果你不是什麼高危人士或者你沒有什麼特別不舒服的話，第二次就會是你最後一次的 ultrasound。 我都聽聞是有得自費給錢去再照 extra 的 ultrasound 的，但是我就沒有試過，所以就不在這裡分享了。跟著的產檢就是去到26個禮拜，就是 check 你有沒有妊娠糖尿病的。那去到 Life Labs 呢，他就會給一支50g 的糖水你啦，一口氣灌了它，然後呢1個小時後呢再跟你驗血的。醫生就跟我說不用空肚啦，那我就早上早是吃了些麵包呢才去驗的，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啦，那所以我第一次的 test 呢是 fail 了的。由於我第一個 test 是 fail 了啦，所以我28個禮拜呢是要再去做第二次的妊娠糖尿病檢查。這個檢查就跟上次不同啦，首先要在你空腹的時候呢抽了第一次血先，然後呢就要你灌75g 的糖水，等1個小時再抽一次，等1個小時再抽一次，
所以 total 咧係抽三次血嘅。好彩啦，第二次嘅妊娠糖尿病測試咧係過咗關嘅，咁即係我冇妊娠糖尿病嘅。喺32個禮拜咧，醫生就再開始要我驗血同埋驗尿啦。咁嗰次嘅檢查咧就驗到我係缺鐵嘅，咁所以咧喺嗰次之後咧，我就 keep 住每日食鐵丸。喺34個禮拜咧，我嘅婦科醫生就幫我打咗支8日咳嘅針，咁就係喺我身上咧俾抗體個 BB 嘅。然後我最後一次產前檢查咧就係36個禮拜啦，當時咧我就係做咗一個叫 GBS 嘅 wipe test。呢個 wipe test 咧係好重要嘅，因為穿咗羊水之後咧，呢個病毒咧會感染個 BB 啦。咁所以咧，如果係 positive 嘅話咧，你生嗰陣咧係要打 antibiotics 嘅。咁以上咧就係我整個經歷過嘅產檢流程啦。咁我都好希望咧，如果大家睇緊片嘅你哋咧係喺香港經歷過一啲產前檢查啦，希望可以同我分享一下究竟同加拿大呢邊有啲咩唔同啦。最後同大家分享一下點解我開頭會話我差啲冇醫生接生嘅咧。咁成個問題咧就係源自於我嘅家庭醫生嘅。咁佢就認為咧我喺照咗20個禮拜嘅超聲波之後覺得冇問題啦，先至 refer 我去婦科醫生嘅。但係喺1個月之後咧，我都冇接收到任何婦科醫生嗰邊打嚟嘅電話啦，通知接收咗我呢個 case。咁我咧亦都即時聯絡咗我嘅家庭醫生嘅。咁佢就同我講啦，佢話有機會，因為你個 case 唔係高危，咁所以佢最後嗰幾個禮拜先聯絡你嘅。咁咧我就傻傻地信咗佢啦。去到26個禮拜咧，我都係冇收到任何嘅電話，咁我就真係擔心啦。咁我就同佢講啦，咁佢亦都幫我轉介咗去另外一個婦科醫生嘅。去到32個禮拜，我都仲未收到任何答覆，我就同我老公覺得咧不能夠坐以待斃啦。我哋就逐間診所打去問啦，咁但係得到大部分嘅答覆咧都係話你個週數太大啦。我哋咧通常係由9個 week 已經開始要跟進噶啦，咁所以咧就唔接收我呢個 case。我哋當時好彷徨啦，好驚冇婦科醫生跟進我啦，同埋冇醫生幫我接生啦。咁喺打咗幾百個電話之後咧，終於揾到一個家庭醫生，佢係可以接生嘅，但係唔可以開刀。咁就去接收我呢個 case， 咁一路幫我跟進同埋幫我接生嘅。咁最後咧，我哋就個心咧都安定翻落嚟啦。所以大家緊記，知道有咗之後咧，叫家庭醫生即刻 referral 嚟去婦科醫生啦，唔好再聽佢哋講話咩等到20個 week 先 referral， 太遲啦。我做過的產檢咧就係咁多啦，咁我覺得加拿大呢邊咧嘅產前檢查咧可能係會比較佛系少少嘅，佢哋會覺得唔好嘅咧就會被淘汰走啦，好嘅咧最後就會留低生咗出嚟咁樣嘅，咁媽媽們咧都要平常心啲啦，唔好咁大壓力。如果睇緊片嘅你哋係都準備緊喺度生 BB 嘅話咧，祝你哋一切順利啦。咁我嘅產檢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哇！出太陽喎、哦！本身咧我係冇諗住出街嘅今日，但係咧，琴日咧就收到 Emily 姐姐送嘅日本手信，有阿 Bell 嘅同埋我哋嘅，咁傾下偈咧就發覺哇，好耐冇見啦，一齊食飯啦咁樣，傾傾下咧就決定今日喺我哋屋企打邊爐嘅，咁我一陣咧要再去買餸，因為琴日買嘅餸咧係冇嘢啱打邊爐嘅。你想唔想瞓一陣先啊？定而家出去啦？而家出去啦，好冇？啊？好，出去晒下太阳咯，出去啦！好，已经出咗车啦。咁今日咧又系去紧 TNT 嘅路上，不过今次咧就唔系去 Richmond 嘅 TNT 啦，就系去 Marine Gateway 嗰边嘅，而家差唔多到。系阳光啊 ，Vancouver 嘅阳光啊，到咗 Marine Gateway 啦。咁咧呢度就好似食嘢嚟讲冇乜选择啦。我又冇理由推住佢去自己一個飲茶噶嘛，係咪先？咁可能去 Starbucks 食少少嘢啦。本身諗住食 Starbucks 啦，但係入邊嘅位咧係少得可憐嘅。咁我費事肥佬喺出邊同我吹風啦，咁所以咧就揀個第二間，咁就嚟食呢個 pizza。多謝文仔介紹啦。而家我食 pizza 除咗食 Hawaii 之外咧，仲會食 butter chicken。又要嚟買餸料。肥佬係買餸佬，大家我發現呢度啲菜係平啲嘅。喂，睇佢幾開心嘅啊，肥佬。係喎，叫靚女抱嘛嚇。哇！呢、這個靚女邊個嚟㗎？唔知啦。咦？呢、這個咪我係畫畫好出名嘅愛馬里，鼎鼎大名嘅大畫家。好辛苦啊！你隻腳咁忙嘅咩？夾甩台布，
好大袋。呢邊做咩？呢邊衫。呢邊好大袋。做修女啊？修女啊？呢邊。識開頭。